这部拍摄于公元2005年的影片《霍元甲》一经上映，便引发了一场风波。这个电影呢，看完以后，我觉得很生气。不是霍元甲要吐血了，我甚至我也要气得吐血了。霍元甲的后人因电影歪曲事实而将电影剧组的相关人员告上法庭。历史中真实的霍元甲究竟是何面目？他又为何会被称为大侠呢？1868年，霍元甲出生于天津市小南河村，自少年时期便跟随父亲习武。除了练习武术外，种田就是霍元甲的日常生活，而且干的大都是田间的力气活。成年后，为了养家糊口，有时还得到天津码头的柴市去卖柴火。在天津以盘剥商贩、压榨农民为业的街头混混，此时早已全国闻名。霍元甲初次到天津卖柴，并与这些混混遭遇了。一放假，马上就有人过来，说这地盘是我的，给钱。一向打抱不平的霍元甲当即出手教训了这帮地头蛇，却意外地受到这些混混的雇主脚行把头的关注。码头脚行掌柜的惊动他了，过来一看，哟，这还真是个人才，是个好汉，他就想收买霍元甲。我们在研究近代天津城市社会的时候，发现霍元甲是一个脚行的头子。那么他在当时的政府部门有登记，有他的登记表。他是种地的，面向荒土背朝天的，这是比较诚实的。他不是生意人，所以他这个奸诈呀，这个狡猾呀，这个取巧啊，这个为富不仁呐，这一套他统统他不理解。初入脚行的霍元甲因不肯盘剥商贩、勒索农民，很快受人陷害。被人赶出了脚行，来到了东门关怀清要站，当了一名脚夫。1900年，杀洋人、灭洋教的义和团运动从山东传播到京津地区，众多贫苦农民出身的教民慕霍元甲之名，到怀清要站寻求霍元甲的保护。义和团首领得知后，认为霍元甲与义和团作对，于是向霍元甲发出挑战。几天后，霍元甲单刀赴会，独闯义和团在天津的堂口，被霍元甲制服后，义和团首领答允不再滥杀无辜。此时的中国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凌辱，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拳脚功夫在洋枪洋炮的威逼之下失去了用武之地。在霍元甲看来，个人的武功再高，也无法挽救整个中华民族的危亡。于是，在怀清要站，霍元甲便打破霍家拳传内不传外的家规，广收外姓徒弟，传授霍家迷踪拳和他自创的迷踪技。他不在门户之内和门户之间的打打杀杀，他是在一个正义跟这些黑恶势力的这个斗争。公元1900年的初春，位于天津北大关码头来了一只运送皇粮的船，只因一家商铺妨碍皇家船只停靠，皇家保镖就踢翻小商铺的席棚子。霍元甲见他仗势欺人，于是就狠狠地教训了这个皇家保镖，护粮的士兵则把霍元甲围了起来。恰巧一位清朝官员在北大关码头下船时，得知皇家保镖仗势欺人，霍元甲教训了他，很佩服霍元甲敢作敢为、仗义执言的行为，便把霍元甲释放，不再追究此事。过了几天，一位自称北京元顺镖局掌柜的人来拜访霍元甲，这个人就是大刀王武。因得知霍元甲仗义行侠，专程前来拜访，从此二人结为挚友。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，
大刀王武率领元顺镖局的镖师与义和团的成员共同抵抗，不幸被八国联军枪杀于北京前门。传说大刀王武被杀后，头被挂在城门上，家人无法给王武入殓。霍元甲只身赶到北京，与《老残游记》的作者刘鄂一起，在夜里将王武的头取下，才将大刀王武埋葬。不畏强权，担当道义，正因一生行侠仗义，一介武夫霍元甲才获得了大侠的美名。